这次9000万的新公园面向的是木槿第一排，这彰化西湖中央公园早期是公墓，坟墓迁葬之后花了9000万打造成一个游憩场域，不过其中一块墓地留了下来，有些民众直呼毛毛的。县府表示呢，这处墓地是当地望族取得的土地所盖的私人墓园，无法随意的搬迁，未来会用植栽将墓园和公园区隔开来，希望民众不要想太多。阿妈带着小孙女来公园荡秋千，但仔细一看，两人背后怎么是片墓地？还有阿公阿妈来跳广场舞，身旁景色也是夜总会，让民众直呼真的毛毛的。你啊，当成从海这边，海当边看的夜总会，看到西边日头差，这边这有波浪，较无人要行。会听得到啊！你刚刚讲吼，这样开9000万的话吼，啊，这边是安尼，那感觉不太理想哦。而这一处占地5-6公顷，位在彰化西湖的中央公园，有着大片休憩空间，还有户外攀岩区。可是斥资9000万打造，但怎么会面对木槿第一排？县府表示，原来这处公园早期是公墓，预计做公园之后，大多数坟墓都迁移了，但留下的这一区是当地望族合法取得土地所盖的私人家族坟墓，公部门无法随意移动，但也想出改善办法。我们规划了一区，不是一个带状，而是一个块状，一个区域的方式，全部种植我们台湾原生种台湾楠树。那等到这批树林起来的时候，整个空间其实也隔离开来。县府表示，将会种植树木，隔开墓地与民众休闲空间，也希望民众行经不要想太多。记者林义峰彰化报道。